我要小蜜蜂，我要火箭，我要花蝴蝶。哇，胖妞，你哪来这么好看的蛋壳啊？上面还有图案呢，而且里面还有四种不同颜色的彩笔呢。这个呀是 DIY 涂鸦彩的，我专门买的。你可真好啊。哎，这个怎么玩呀？在上面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好了。好，赶紧开始吧。好，把蛋壳倒出来，先涂蜜蜂的触角。我要先从火箭头开始涂，我要涂红色的。我先涂花蝴蝶的翅膀。现在该涂蜜蜂的翅膀了，涂成红色的。涂了一个红色，一个绿色，再涂一个黄色的。我要涂一个双面色的蝴蝶。把眼睛涂成绿色的。把他的眼睛给涂成红色的。开始涂火焰哦。嘿嘿，我这个花蝴蝶呀马上就要完成喽。小黑，蛋壳的背后还有一个图案呢。哎，是啊，抹的是一个蘑菇。我的是一个花盆，我的是一个大树。后面也涂了。我的蘑菇我的 DIY 彩蛋涂好了，你们看，前面是小蜜蜂，后面是大树。哇！我喜欢这个小蜜蜂，因为它特别可爱。我喜欢这大树，里面还有个小鸟。那当然了，而且我颜色搭配的非常好看。我看看你们呢，你让你们看看我的。这边是花盆，这边是火箭。大象，我喜欢这盆画是红色的。我喜欢这个火箭，好酷呀！我呀，喜欢那个 UFO， 说不定里面还有外星人呢。哎呀，你们还来看看我的作品吧。这边呀是双面色花蝴蝶，另一边是三朵蘑菇。小黑，这三朵蘑菇好漂亮呀。不过我觉得这个花蝴蝶更漂亮。嘿嘿，你们两个真有眼光，我这两个呀都好看。小黑，我能不能用我的彩蛋给你放放呀？那肯定不能呀。大象，咱俩放吗？行，给你。火箭也好漂亮呀。大象，咱俩放吧。